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平常包包里面要带的东西吧，然后有很多小秘密。然后这个是一个我平常出来工作会带的一个小袋子，然后就是我的帽子，然后这是一个可以拉伸的水杯，然后就是纸巾，然后钥匙，然后就是我最近出工前都会带的面膜，因为就是早上起来如果特别早的话呢，来不及涂脸啊，然后做消肿那些，我就会提前敷面膜。然后这个呢是这个椰子的这个黑松露面膜，这个就是早上起来我比较喜欢用这个，因为它一个是它面膜纸是黑色的，你知道吗，很酷。但是呢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有那个亮眼的功能，就是会让你的皮肤看着更透亮一些。然后这个面膜呢是晚安面膜，就是先补水这个面膜。那这个面膜是我平常飞机上用的，因为它就是有一点像果冻那种质地的，在飞机上这种特别干的环境下就特别适合用这个面膜。不同的椰子面膜我会选择不同的时间去敷。最后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418京东嗨购日我晒的袜物呢都已经上线了，所以大家赶快去点击链接418上京东，恭喜马上就有京东。